生涯对战高国麟对决胡志伟是七打数有敲出过一支安打。这一球带在左半边，看起来是相当的高，出界了！哇，恐怖的高国麟带打红波浪，而且是一发满贯炮。哇，原本落后三分的富邦悍将，这个半局整个翻转了过来，5-3，反倒领先的同一师队两分。哇，这个调度，这个调度也算神了，神调度，神调度。而且你要看慢动作重播，这个球被直接接杀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是一个变速球，放得比较低，还是被捞成全垒打啊？哇，高国麟厉害啊！没办法哈、哦。哇，这个观众朋友，这个球也接得太厉害了吧？直接接杀，但是在全垒打墙外面接到的。生涯的第四支代打红不浪。哇哦。志杰出手打这一颗到中左外野方向，结果扑下去有，哇哦 ，nice play， 没错，没话讲。申浩伟这个守备守得很漂亮哈、哦，陈韵文也有8次。这一球带到二垒的方向，有找手套，哇，打得其实不错啦，还蛮那个打到甜蜜点的，哇。还是没有办法打到的一个情况之下，结果是一个再见三振，哇，真的是精彩。也结束了这一场精彩的比赛。那就在这一个再见三振之后呢，最终呢，富邦悍将就在统一师队的主场台南球场，最终就是以10-6，4分击败了统一师队，也中断了统一师队近期的5连胜。